IG 搜寻 DadTopper， 快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吧，我在那边 po 了非常多好笑的现实动态，还有一些贴文，让我们快点突破一万追踪。IG 搜寻 DadTopper， 或是直接点下面的链接也可以。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嗨，大家好，我是有感笔电，欢迎来到我全新的系列 YouTube 史上最没创意的节目——忍笑大挑战。看别人的搞笑影片，然后录下自己的反应，然后再变成另外一部搞笑影片，超级优质又原创的。总而言之，规则非常的简单，如果你笑的话就代表你输了。那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点下那个订阅跟喜欢的按钮，证明你是准备好了吧。证明你准备好，就把那个订阅跟喜欢的按钮点下去。没有点，不要告诉我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Spare change, ma'am. 好哦，这应该不算笑吧？我刚刚那样只是，这不算笑，这绝对不是笑。我告诉你，我笑点可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种不到五秒短片，要让我笑出来 ？No, I don't think so.You tell us what to do, and we'll get it done. Oh shit! Alright. 这我看过了，可恶！我们目前表现的都很好，完全都没有笑出来。你笑出来了吗？不会吧，你这么弱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笑死，笑死 ！www2333。好哦，原来逻辑爱这种东西哦。I thought I was lazy. I'm convinced I'm just a bad kid. Stay that way and pay my part. I'll take these things until. At least I thought I was. Go fast. 多开哦 ，shit。下的迷都一定要搞这种 air rape 吗？天哪！漫威的梗，好烂哦！怎么会这么烂的？这么烂的梗，这样就想让我笑出来，哈哈，差远了。Final Freddy's， 哈哈，烂。我才没有笑嘞，这是打哈欠啦。你看这留言 ，Nobody my Chinese toy phone， 这个 BG 我真的听过哎。我小时候都会去像什么汤姆熊之类的玩些类似这样的游戏，音乐游戏。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蛮疯这个，常会听到这个歌。Nobody, Corporation in June. Yo, I'm a fucking homosexual. OK, 深有同感。若不知道最近也是发一大堆那种关于支持同性恋那种外观，我是没什么意见，只是 Nobody, Corporation in June. I'm a fucking homosexual.这我好像也看过了，对，这我看过了，还不错啦。Minecraft 玩家都会遇到一个很难过的事情，为了解成就，不得已只能把自己最心爱的猪丢下悬崖。That is so sad， 无违和感。
Nice! Bam! Oh my god, 这跟我想的一样，虽然很地狱，但是这个留言跟我想的一样。 911 but the Twin Tower are your two nuts. 蛮地狱的。 Oh shit! A spot! 哇童年回忆。海绵宝宝版的终极战吗？哇哦！这真的海绵宝宝电影片段吗？天哪，好像啊！海绵宝宝成功预测了终极之战剧情，或是终极之战直接抄袭海绵宝宝。嗯。That moment when you that.Hamburger 加上爆音，优质 Hamburger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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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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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am Shuffling我没有笑出来好不好？我怎么可能还在笑这个2013年的哈林叫什么 ？Harlan Heart Harlan Shak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怎么可能？哇、wow. 哦 ，OK。Oh shit！ Oh my God， James Charles！ 哇！哇！把这些所有的名音都结合在一起。No, you gotta respect that, but Drake just does what every. What are those Neanderthals up to？Don't they know I'm busy spoiling myself? 哦，盯他太久了 ，Oh my gosh， 完蛋了，站着没了。About to be the next Iron Man. Oh my gosh.Oh my gosh! Oh my gosh! 有点地狱。原来蜘蛛人都是……天哪、啊，你太坏了吧 ！OK， 这我笑出来了，我愿意接受惩罚。我喝一口水。啊！啊！现在你满意了吗？Oh my god！ 哦哦，夭寿嘞！没想到我19岁了，还是会被 Hero Brain 吓到。天哪、啊、！Who said anything about a door? What are you doing？ 我这我看过了。Sometimes, princess， 那蛮好笑的。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a risk 。还有。我觉得看了这么多这些国外的这种搞笑影片，不然我看一下台湾有什么中文的搞笑影片好吗？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国中妹妹，青春期就是这样子。韩国瑜又被称为是男版林志玲，这是真的中天新闻吗 ？Oh my gosh！ PK 吧，馆长，他妈的，你以为你很行吗？陈志汉馆长，对不起，我的账号被盗。好、哦，这应该是台湾的搞笑影片。哦，摇手 RIP headphone user。像这种影片根本不好笑，还是有22个人点赞。这22个人的笑点，我真是不懂，这哪里好笑了？这哪里好笑？我只是觉得我耳朵快要聋了而已。我看抖音影片会不会让我笑出来呢？
果然让我笑不出来。放着没练到，还蛮烂的。重点其实不是抖音不抖音的问题，但是原本就是不好笑。是什么？好耳熟。Let's go。我看这不是冷笑大挑战吧？这根本是防耳聋大挑战吧？天哪 ！RIP headphone user， 现在是用耳机的观众们，在留言区打个 F 吧。OK， 那我看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这样子啊。最后结论是我没有输，我没有笑出来。那你有笑出来吗？如果你有笑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告诉我。然后你也可以订阅我有感笔电的频道，看更多这种废片。那差不多就这样子，下周一定会有看迷因梗图系列啦。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那我是有感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